这个法律用词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想来介绍一下，叫做 cease and desist。那中文翻起来乱七八糟，停止又停止还是什么的，那不行。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再看下去。来，所以我们把它留在后面，先看一些别的故事。来 ，I am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with a crippling vaping addiction。啊，马上有一个很酷的片语，等一下来看。I haven't paid a penny for a vape in ages. Just confiscate them, give them a little disinfectant wipe, and good to go. Postscript: Any students in Leeds, please no menthol. 搞定。好，这老师写的故事。你看出来一定是老师了，废话，前面第一句就说了嘛， I'm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什么是 secondary school？ 就是中学老师，所以我们讲 primary 是主要的、第一等的之类的，初级的甚至是，所以我们想说，第一阶层的产业，那第二、第三这样子，那第一 primary industry 应该就是农业啊之类的，那 secondary industry 可能就是制造业或之类的，然后那个 third 就还叫 third 吗？还是叫做tertiary 有点忘记了。总之，第三个就是服务业或者类第三类产业这样。好，所以他是个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那接下来其实这个片语就是 a crippling addiction， 其实是或者就 a crippling addiction 就够了哈。其实这个是片语，所以 addiction 前面如果一定要加个形容词，我们常加的会是 crippling 这个字。cripple 这个字就是瘸子啊，掰卡这样。所以要是你今天对一件事情上瘾了，那这个东西就会让你的人生当然不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让你简直像是瘸了一般，人生都不能正常运作了。所以 addiction 前面如果硬要加一个形容词，很常看到的就叫做 crippling。OK， 那它多加了一个是 vaping， 那 vape 这个字就是电子烟，所以它有一个它对电子烟严重上瘾。So I am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with a crippling vaping addiction。大家这样就看懂了。OK，vaping 不是重点，重点是 crippling addiction。你可以多加一个东西在里面。那 我如果说今天喝咖啡上瘾好了，上瘾到一个人生都已经不能运行的状态，所以 I have a crippling coffee addiction 也是 OK 的啊。所以 vaping coffee 可以换掉。下一个，下一句说的是他事实上已经很久没有买过任何的电子烟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他都从学生那里没收来。I haven't paid a penny. Penny 是一分钱，一分钱应该对，就是总之是最小的单位。I haven't paid a penny for a vape. Vape， 刚刚讲电子烟。那这里的 in ages 就是很久很久了。OK， 所以要是我今天很久没看到你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就 OK 了。你不要讲说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这也没有错，只是那种夸饰的感觉，就好像 in a long time 就觉得还好。可是你就是说 in ages 听起来就好像有力一点点。 So I haven't paid a penny for a vape in ages. Cool. 那下一句话它有点省略，它的 I 就省掉了， I just confiscate them. 那 confiscate 我们好像最近常看到就没收了，然后这里少一个连接词 and、so、I just confiscate them and give them a little disinfectant wipe. 那或许我刚讲有点快，或许这边应该是个逗点，然后这边是逗点 end， 不过我觉得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我很想把它改成正确文法，你知道吗？我们就来做吧。 I just， 所以这样子有主词了， I just confiscate them， 所以第一个动词。那 give them a little disinfectant wipe 是第二个动词，所以这里如果逗点 give 是可以的，然后这里再逗点 end， 我们这样就平行结构了，很棒，对不对？所以 confiscate 逗点 give 逗点and 下一个字应该是动词，那可是这里没有动词，所以我刚才想说好像也不对。 See？ 那如果要加一个动词进去的话，那就加一个 and 吧，这样子，所以是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是文法正确的改法了，这就是修文法，说实在的。那这样加个句点在最后面，句点本来就已经有了。好，改完后再读一次。 I just confiscate themGive them a little disinfectant wipe. 所以我刚一直没讲这个字，什么叫 disinfectant wipe？ 躲一个字叫 infect， 这个 infect 就感染。那 dis 就是相反，那 tant 的结尾常常是形容词或名词，那 wipe 就是擦，所以这个 disinfectant wipe 就是湿纸巾、哦、或者就是能够消毒的纸巾，这样子。一般来说，那如果是擦在小 baby 身上，你叫它 baby wipe 就可以了。那要是你是有洁癖的人，一定要有酒精在上面之类的话。Disinfectant wipe， 那我记得讲 disinfecting 好像也是可以的。OK，disinfecting、okay? wipe， 好 ，sure。
所以我就没收，然后用这个湿纸巾擦一擦，然后我就可以抽了 ，right? And am good to go, cool. 然后他还加了一个 PS, PS 是 postscript, 就是我写完之后来多，我们大家都知道 PS 是最后补充嘛，对不对？所以那他的 P 跟 S 分别是 postscript, 所以那他就报地点，不能讲报地点，就暴露地点，他在英国的这个 Leeds 这个地方。So any students in Leeds, please no menthol, 拜托你们不要抽凉的。因为老师不喜欢凉的，哈哈哈哈，大概懂意思哦。我觉得他要没收他们的嘛，这样子讲开了就不好笑了。来看第二个 ，My hobby is to join Facebook neighborhood groups and comment rip off under every item for sale, just to provoke the expected reaction from the vendor。就结束了。那他这里的。好，他只有一句话。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是不是有分不同的句子？所以这个人的故事只有一句话，写的文法上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很舒服的把它继续看下去。再看一次，我的 hobby 就是主词动词在这里就结束了。OK, my hobby is, 然后加一个不定时接下去 is to join Facebook neighborhood groups。所以他的 hobby 就是去参加一些脸书的这个、哦、你家附近的一些周遭团体，像我有加入，像我住中立嘛，什么中立什么中立买卖团啊，还是什么这些这样子哈，所以中立或者说是有一些，反正你大概知道报一些 local 资讯的就是好。Anyway, 所以 join Facebook neighborhood groups, 逗点后来一个 comment, 所以也就是说这是平行结构 is 什么什么 and comment, 所以共享主词都是 my hobby。啊，对不起，我这样讲应该不对。他的 my hobby is to do this and to comment, 我觉得这样比较对哦。所以平行的结构应该是这个 to 后面的不定词。那这边就不用再讲一次 to comment, OK? 好，所以目前 OK, so my hobby is to join the group and to comment, 这样补下去 OK? 那 comment 它 comment 什么东西呢？ rip off, 那 rip off 你可能看不懂， rip off 就是你扒了我一层皮或之类的 OK? 所以要是我去买一个东西，它本来应该500块，我付了650块，我就会觉得哇靠，我被你扒了一层皮耶、欸、right? 我被你这个敲竹杠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就可以用被动的方式来说 I got ripped off, 用 rip 这边被动的 I got ripped off, so the store ripped me off, 所以他扒我了一层皮。所以他在每一个人家，你知道这种 neighborhood 的这些 group, 他会说哎，我这边有一个二手的婴儿车，有没有人要啊、哦、之类的。那他就在每一个卖的这个东西下面呢，就写了 rip off,也就是说人家看开这么价，开这么高的价格还有人买啊之类的，这样子。好，好，所以 comment rip off under every item for sale, 所以在每一个人家拿出来卖的 item 底下就写一个 rip off, 他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来做这件事情。所、so、以 just to, 所以用一个不定时接下去，所以 comment rip off just to provoke, 那 provoke 就是激发情绪这样子，挑衅这样子。Just to provoke the expected reaction from the vendor.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叫做 expected reaction? 这什么鬼啊？你知道，你去 provoke 人家，你去跟人家说你卖超贵，那人家是不是就一定会有一个反应？而那个反应是不是你就已经可以预料到？他一定压起来，对不对？他一定整个就不开心嘛，对吧？可能骂你什么这些，你不懂，懂个屁啊！这个东西是二手也还是很贵，这样 ，right？ 哦、oh, ，so just to provoke the what the expected reaction， 他都已经期待到人家会有什么反应，可是他还是想看，所以他这里才用了一个 expected reaction 来说他，从什么？从这个 vendor 就是商家或之类的。哦、oh, ，所以这个人写作能力我觉得很不错。我们再读一次 ，My hobby is to join Facebook neighborhood groups and comment rip off under every item for sale, just to provoke the unexpected, 啊，对不起，不是 unexpected, just to provoke the expected reaction from the vendor. 啊，念的卡卡的，不过 you probably get it. 好，好，所以这篇 OK 了。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最后就讲到我们刚刚的 cease and desist, 太好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内容，来，我们来看吧。Years ago,欠个逗点 doesn't matter. A friend was earning or scamming money on eBay by pretending to sell physical DVDs, but in the fine print stated only a JPEG of the DVD case would be sent instead. Earned a few bob in his time. I tried the same, and within 24 hours was sent a cease and desist by Universal. 句点，好，这很棒。来，我们来看一下说了什么，蛮好笑的。所以好几年前 ，a friend was earning
or scamming money on eBay. 所以有个朋友他在赚，或者你也可以说是诈骗钱，赚钱或诈骗钱在哪里？在 eBay 就是你知道卖二手东西的。怎么来去做这件事情？ buy 接下去， buy 后面要接 ing 或之类的，的确接 ing， 借由假装卖实体 DVD。 So a friend was earning or scamming money on eBay by pretending to sell physical DVDs， 假装在卖实体 DVD， 逗点，但其实 but in the fine print， fine print 这个字你就不见得知道了， fine 有好的意思，美好的，可是有细微微小之类的。 OK fine 应该讲说细微大概可以啦， OK 好，细致的或之类的。好，所以那 print 是什么？ print 是印刷。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有讲过，这都是复习。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尤其是签那些合约的时候啊，签那种电信公司的合约啦，或者有什么一般的合约，可能不见得那种小字。因为我最近有去签一个那个租约，那租约里面的小字就还好，每个字都蛮大的。但你知道电信合约那个小字就超小，跟银行啦，办个户口之类的。你会看到合约里面，密密麻麻小字一大堆，几乎都是在保护对方的，不是保护你的。好，所以他在卖 eBay 上卖这个假装卖实体 DVD， but 但是在他的这个 fine print 里面，也就是保护他自己的那些小字里面，他写着 stated only a JPEG of the DVD case would be sent instead， 所以他说了在这个 DVD 的这个盒子里，他不会给你那个原版的那一个，就是盒子的那一个印刷品，他只会给他一张 JPEG。 那什么是 JPEG？连印刷品都不是。JPEG 你大概都知道是什么吧？其实我今天另外想讲，就是这个知道怎么念，因为我们有知道另外一种会动的图档叫 GIF， 有没有 GIF 档？那难道外国人也念 GIF 吗？三个音节，就像我们台湾很喜欢念 APP， 有没有？可是你知道国外的人都念 APP， 一个音节取代三个音节，是不是舒服很多 ？Right？那倒是外国人也会把那个 Instagram 念成 IG， 我们之前做过一集这个。其实说真的，就是要是这个东西能够缩写、能够缩短、能够用短一点音节来取代掉，外国人就会这么做。他们就是不想要把话讲那么多嘛，对不对？所以能缩写就缩写是 OK 的，能缩短音节就缩短音节。所以 Instagram 外国人也会说 IG 或者 Insta 就好了，或者 Gram， 我记得我们都讲过。所以刚刚的 GIF， 你觉得他们会念成 GIF 吗？不会吗？所以两个发音我都听过，他们要不就念成 GIFs， 就把它念成 J 的音 GIFs， 或者就念成 GIFs， 我都听过。OK， 那至于这里的 JPEG 怎么念，我不知道我们台湾人是不是真的念成 JPEG。那、no， 你就 J 就是 J，PEG 就是 PEG，JPEG 是我最常听到的念法了，我好像没听过别种的了。JPEG 就图档。然后是不会动的，这样子会动的是 GIF 或者 GIF。好 ，Anyway， 所以在这个 fine print 的地方，它就会写着：我只会送给你一个 DVD 盒的图档而已哦。Only a JPEG of the DVD case would be sent instead。所以你不会拿到，你可能拿到实体 DVD， 可是你不会拿到真的盒子或之类的这样。好，他的确赚了一些钱，所以这里有个词叫 a few bob。那我查过，就是英式在讲说一点钱的意思，这样说 earn a few bob in his time。他也试了同样一招 ，I tried the same。而24小时内，我就背诵了一个 cease and desist by Universal。Universal 是什么？是 Universal 还大写？你知道大写就公司名 ，Universal Studio 环球影城、环球电影公司。OK， 所以那你知道他们是拍影界中的很大一间公司嘛？所以他就被环球警告了。警告干嘛？不准再这么干。Cease 这个字就是停下来。我们最常看到的是 ceasefire， 叫做停火协议之类的 ，ceasefire agreement。或者我们说一个东西不再存在，我们除了讲说 no longer exist， 我们也可以常看到一个片语叫 cease to exist。OK， 这打出来一下喽。Ceasefire agreement， 然后刚刚的 cease to exist。这样子 cease， OK， 所以 cease 就停下来。那 desist 其实意思上差不多，所以你如果把 cease and desist 拿去查的话，你会发现它就翻译成停止与停止。那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公司发给你一个信，然后跟你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要是不停的话，我们就要告你了。所以这是一种警告你，请你停下来，你在做的这个违法的事情，侵我们权利的事情，
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 cease and desist。好，讲完了 ，OK。希望有帮助到你一点什么。今天这三个故事 我自己都蛮喜欢的，希望你也喜欢，真的对你的英文有点帮助是最棒的了。Rip off 是很常，所以我很常见到 rip off 这个词。你要是什么东西买贵了，你就会说 I got ripped off， 就这么简单。那 OK，crippling addition 真的也很常看得到。好了，我是 Paul， 讲到这里够了，我们下次见。